大家好，我是千寻啊。今天这个很开心呢，可以跟各位推荐一个，就是我即将要推出的这个民法的测验题的解题书，加上线上的五堂课哈。最主要是针对高补考要考民法测验题，就是各类科的考生，那当然还包括这个要考这个司法特考好四等的，还有呢铁路特考啊、邮政特考的这个各类科的这个考生。好，那这本书跟线上课程会想要推出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教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同学就是拿测验题的这个考古题来问我，好，那通常就是他们会知道正确答案，可是呢他们就会问说，老师我知道自己是 D 啦，那为什么 A 不行， A 是哪里错？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这一题他知道正确答案，但是他其实还是一知半解的情况哈。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是很可惜的，因为同学如果还要自己花时间去翻参考书啊，或者是这个教科书才去能够得出其他选项的答案，其实不容易，甚至你也找不到答案。好，就是如果你的观念没有办法融会贯通，其实真的找不到答案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出这本书，帮助同学完全掌握这个测验题。好，那这个我就要跟同学介绍一下我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特点。好，好，首先呢我这一本书基本上就是按民法的各个篇章来编排。好，那同学也知道民法有分总则，民法总则、再篇、物权篇、亲属篇、继承篇，所以我会按照个别这个篇章来编排。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历届的国考各类科的试题，我收录从法学大狱甚至到律师司法官的各类科的题目，这个重要的全部呢就是把它收录在一起。那我还会看说，哎，比如我现在编到民法总则的这个权利主体，那跟这个权利主体相关的这个题有一些相类试题，我会放在下面。好，甚至相类试题底下呢可能还有进阶题，还有挑战题。那基本上就希望同学可以针对一个题型你全方位的掌握住，不管它怎么样的出，是简单的、困难的、复杂的，好，那这种出题的逻辑跟方式呢我都会呈现帮同学整理出来。好，再第二个特点就是，好，那因为我教书过程中很多的同学会反映说啊，真的就是有些选项可能没有特别解释的话他们还是不懂为什么，所以呢我这本书呢基本上呢每一个选项都会做详细的说明，就是哎，这一题答案是 D， 那 ABC 哪里错，那 D 哪里对，我全部都会详细的写给同学。那当然包括现在的测验题会这个趋向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实例题，那呢我在书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图示图表，好，让同学呢可以这个更快的理解它。好，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各类科这个有时候考题就是还是会出现一两题的这种比较冷门的法条题，那事实上法条题是这样，它就是同学你有看过基本上你就会，那好像跟你的民法实力没有那么绝对的相关。好，那我希望可以帮同学做一个有效率的去掌握住法条题，所以我在最后一个篇章会针对法条题做一个总整理，好，那把它列出来有哪些，然后呢有些法条题不好记，我会用图表的方式帮助同学做记忆，那这样呢同学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法条题，然后你就被突袭。好，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法条而这个答错是非常可惜的，好，所以这本书会帮大家做这样的统整。这个书呢的这个收的题目呢非常的多元，那呢我说会按照各篇章，但因为现在题目都变得很复杂，然后变得很有挑战性，然后很多所谓的综合题型，那综合题型呢如果这是民总的综合题型我会放在民总这篇最后面，但有些题目是魔王级的，它这一题是涉及到整部民法的各个观念，那我会放在最后面，所以同学你就不用担心，不管你是不是初学者，那初学者没关系，你学到哪边你就把这个书拿出来，我现在学到民法总则权利主体我就赶快马上练习跟着进度按部就班。那同学如果你已经学过民法了，整部都学，我甚至考过试的同学你拿这本
本书呢更能够怎么样帮你突破盲点。好，反正我们准备考试是这个民法就是要从头读到尾，那你读过了 even better， 你就是把我的书拿出来，然后呢因为它呢每个这个题型呢都有归纳整理，然后从基本的进阶到挑战，绝对可以提升呢这个大家民法实力。那再搭配我线上五堂课呢，好，我觉得呢会更好更有效率，等于说事半功倍。好，那五堂课当然就是这个根据民法的这五篇，好，就是一篇就是一堂课。那这个课程里面的重点是什么？第一，课程里面我会非常的强调解题技巧。好，那很多时候当然希望同学是大家都准备好，然后不要有遇到需要猜题的状况，但事实上有时候就是出太难或者是太冷门，那如果我们有一些解题技巧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同学提高答对率。 好，除了课堂上会教大家解题技巧之外，当然课堂上要强调的是，好，那一些基本的题型同学可能自己看书看解析就知道了，但是有些真的很复杂，那个观念都考到律师司法官等级，那我在课程里面就会把重要的复杂的困难的题目拉出来帮同学做整理归纳，然后我会呢详细的呢把那些题型讲清楚每个选项哪里对哪里错，另外我还会衍生出相类似的民法概念，然后呢去推演，假设我是老师的话，我还有什么样的选项可以考各位同学。好，那这样就是等于说你的民法实力更加的厚植。好，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有40分以上哦，我们要44分以上，我们错三题以内。好，我觉得搭配线上的五堂课的话呢，更能够快速的收到这样的成效。好，所以以上呢是跟各位同学推荐，好，就是我的民法的测验题解题书加上这个五堂的线上课程，希望可以帮助同学呢在测验题上得到高分。谢谢。